油啊，油啊，你看，啊，这花哦开了足水的，紧来，紧来看，哦，足水的哦，花，你上喜欢的啊，啊。你怎起来啦？紧嘞，紧嘞，带我出来去，紧嘞。你要出去？嘿啊！剩几点？这时阵你要倒啦？来找阿客啊！大姑。嘿。大姑已经无伫个啦。哎呦，伊一定伫个因家啦。咱来山顶找伊，恁阿爸讲吼，叫我一定爱送一挂菜籽互因去种。阿爸甲你讲个。嘿。我敢会甲你骗哟？明生啊，明生，起来，起来啦，阿母，你哪要去睏啊？睏唔去啦，恁阿爸交代的代志，我都做啊袂好势，我袂当安尼目睭放起起，怎安尼去睏啊？行啦，行啦，快去啦。要对啦。拜谢阿客啊。阿母。吼，啊你大汉啊，哦。我叫你无法的啊！到位还是？阿伯啦，阿母，到位我要叫你啦，哦，你先睏。阿母，你有工课做了伤多啦，我带阿母哦去病院啦。阿母失眠啦，伊幻想讲阿爸哦交代伊去找亲戚，我只好开车载伊去踅踅啦。啊，天气讲哦，就带去病挂我。啊，先生安怎讲？医生讲即马阿母哦，有幻听，还有梦想现象啊，年岁大，头脑咧退化，一点仔像阿兹海默症前兆啦。有老人痴呆症啦，好在伊的生活，家己我都处理啦，只是伊意识啊淡薄混乱啦。他们尽力填补母亲失去父亲的遗憾，不希望母亲再感到一丁点的寂寞。而明善在台湾的时间最长，为了照顾母亲。也为了继续父亲行善的脚步，在上次的义卖中，明善体会到父亲当年帮助乡人的满足跟使命感。他更加积极地投入慈济的爱心行列，当时已经成为慈济委员跟慈诚队员，并且接下了一个重要的任务。像这样的大片的泰路哦，差不多总共要3000。三千片啊，可能要用七八年时间哦。啊，七八年？安怎？不是，我从来没有在瓷砖上画画的经验，我怕掌握不住。咱建台哦，做壶要20多年啊，敢讲无法度突破技术上问题。我相信。伊建材经验哦，绝对我都欣赏哦，国内上有水准的艺术作品。50岁这段时间，是创造艺术生命最好的时候。如果这7、8年，都只画莲花，我。你喜欢路，会影响你的创作。以后每一个踏入情书洞的人，拢会看到你的作品，因为看到你画莲花。心肝内哦，都产生庄严的心情，找到清净，找到智慧。当一个艺术家能跟大众这样交流的时候，不就是创作最高的境界了吗？这只是样本。
大致上会像这样，只不过格局会更大。真水呢，我再给师傅看一下哦。可是在纸上很容易做这样的渲染，可是在瓷砖上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够画出同样的浓淡效果，而且瓷砖一烧它还会收缩，画在上面的莲花会怎么样变形真的不知道，真是困难重重啊。发现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就像我父亲对种花一样，只要一开始就没办法停下来，日夜不分。我感觉我越来越想伊啊。阿母，我有代志要问你。什么代志？我有听人咧讲哦，你敢若有摕钱去哦，迄个啥物功德会哦？无济啦，一点仔尔。甲你阿爸真亲像。阿母，你莫生气呢。我是讲，我是要去安怎啦？我是讲哦。才两百块哦，有哪甲我摕去寄付啦？甲我摕去给因啦。阿母，我这个钱哦，已经无咧用啊呢。袂用着。啊，会啦会啦，无问题，会啦。哦，阿母，钱哦，若放伫个落袋仔内底哦，就等于拢无出脱了呢。我都上无爱开钱的你，所以讲阿母哦，你捐两百块，就等于别人哦捐两百万同款。两百块会用咧买你偌济物件咧？豆油一罐五块，两百块买咧四十罐的豆油咧。阿母，豆油一罐五块？啊，无是偌济啊？有没有错刀？错刀？嗯。董事长，你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有看到无？经过安尼抹落哦，迄顶面的油拢流落来啊！将来来铺伫个证书堂内底哦，有真侪信徒搭伫顶面。到时阵哦，唔那是顶面的油会落落来，就算讲因下层莲花色彩哦，嘛受到损害。可是我们是右下菜，我画的颜色是一直吃到底的。你看这啦，青甲粉的哦，较会当食到底。啊，不过这部分你看乌的都无法度啊，黑色哦。最不耐磨啊！喷一层金刚砂是可以，可是这金刚砂的成本，一公的成本哦，我来改讲利润。将来愈侪人哦，搭伫莲花泰路顶面，会当让因找到真心、真诚，这就是咱人生。相关的利润啊！元太，我们要把它当成哦百年大计来看待。阿母，林子啊，我我明先啦。好，去抓贼啦啦！哎，紧去啦！我阿妈，哎，恁来拢袂相信我啦！敢那正经无啊！
安尼你当放心啊啦，哈。行阿母，等去啊，哈。嗯。行。真正去用头提去啊！阿母，啊你敢真正有两只同款嘞？啊，昨穿一领，啊今仔你搁穿一领，啊唔着两领。阿母。喂。哎。好。好。收好啊呀。要不是你一再的坚持，一再的要求，我也撑不到这一天了。